就结束，所以还蛮不舍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也蛮酷的是，等于说这首是算单口嘛，对，看不到台下的。那刚才应该有些人第一场第一首应该还没有到现场，那我再大概讲一下。好，那听过的就再听一次。就是这首歌是我们今年我们两个是会计系的，我们都大四。那原本要在会计之夜表演，因为会计之夜已经连续取消两年，在2020跟2021。那今年原本要办，后来又取消，所以我就觉得哎，看真的太可惜了。所以想说那我们来这边再表演一次看看。然后这首歌的感觉像是蛮满怀的这种勇气信任，然后去面对迎接新的开始的感觉。那刚才第一首歌好像用这首歌开始，后面都 OK。 那希望今天结束之后呢，就是各位也可以从不同的歌啊，然后得到你们自己的所谓的感觉吗，或者是你们的诠释等等都可以。好，那希望今天大家过得开心。那是我。